Bingo 来啦，米兔小飞机，黑箱，还是熟悉的那一把刀，是吗？可能换了吧。开，哎呦，乱来了，这个随便。我边上那两台呢是哈佛顺的，不，这个是哈佛顺的，这个派诺特的 mini 系列，我对比一下。看来了，主体。耶，超声波，前面应该是一个摄像头，720P 的摄像头，跟红外线啊什么东西的。看看配件，上面说什么的护桨哦，还有个什么东东。这个是电池哦，传说中的电池是这样子的。慢慢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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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电池是多少个 AC 的？3.8伏的电池。讲硬，讲硬要怎么安装？还没看，一条充电线。对，有扯仅有的一副桨叶。